下就要去机场了。是啊，怎么办呢？我都还没走就开始想你了。你觉不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想念，就是最平凡、最简单的幸福？高晓彤，嗯，拿着。所以你现在。 觉得跟我在一起像坐云霄飞车吗？好了，这里是公众场，快放我下。